好啦，那我怎么受不了你？有了吗？不知道怎么感觉有点长不像。感觉谁是？怎么感觉跟你声音有点不像？他说：“哎，不是啊，哎，你不能这样讲吧？我问你声音跟你刚跟我在看的那张背不像啊？不像，蛮像的。”小鸡那一张我觉得很不像，小鸡传给我他的 LINE 的时候，那还就是小鸡吗？那不就看到他那个照片了？是吗？他一直是什么小鸡什么什么的。你们都在打会上，就没空了。难怪小石他没有，难怪那个小石都没有。你赖的大头贴比较像。没有，我知道为什么小石都没上线，跟他女朋友出去。工会战对抗谁？他们对面有人吗？有啊。哦，我的天啊！他们会打吗？在打了。因为我在想，我要不要过去帮忙？可是我现在有点离不开。因为我真的不知道那个会跟到底要怎么打。就进来打怪。然后，不是有因为有的怪物不要打太快啊，不然。对。对，有人跟我讲说，不是，可是为什么之前没人进来啊？他们都可以直接秒怪。我知道啊，这都他们跟我讲的啊。有人跟我讲没有？几次我根本没进来啊，像那时候剩88的时候，我可能就没办法参加这种。像有人现在有空的话，再有办法。因为我去五位说他很会把小怪打掉，可是有人跟我讲说小怪不能打太快。对，简单来说就是怪一定要留，不能全部杀光，但是多少杀一点掉。哦，我真的搞不懂深陷要怎么玩。
他们那个歌手也写乱七八糟。所以现在就比较打怪了一些。所以现在打得怎么样了？我去抽一卡好了。这是一个奇怪的会战。其实有人洗澡，但是怕挂网挂死掉。